Debra 其實好早之前已經同我講佢去嗰個 cruise， 咁cruise 咧就去日本同埋韓國。是，這就是這本書的一個中心的一個宗旨。電影其實除咗幕前，就當然幕後都會有興趣，都係因為關於影視嘛。車好咗之後咧，咁又要補翻啲珠喎，因為啲珠有啲位甩咗噶嘛。所以評判係日本人啦，咁所以佢哋就會知，可能會聽得明咯。大城小聚，逢星期一至五下午6:20。